即将为大家颁发2023年度滚烫唱演舞台 Vocally 奖项的颁奖，究竟哪些舞台获得提名？请看大屏幕。披荆斩棘2023年度滚烫唱演舞台候选舞台有：没时间后悔。我留下的线索，知道你背后的运整个淹没。Forget about all your pain, forget about all your pain, leave no regret。行走的鱼。恋曲1990，像像我这样的人，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，你看见过多少人？像我这样孤单的人，像我这样傻的人，像我这样不敢平凡的人，侥幸者。第一次做人，不知道多痛也要忍。你在哪儿啊？哪儿啊？你到底在哪儿啊？在哪儿啊？X Song 动物世界。东海老人。
人我。账号已注销。走麦田。春，我很像是家人，让我们放弃抵抗，是希望让血变得滚烫。但就算是拼尽了全力能达到的终点，可能也没那么的耀眼。但在废墟中不断生长的花朵，难道不才让人更觉得惊艳？今天天在地高，永不回温，兄弟一起站在最高，干一杯。我要摇起我的鼓膜，从南唱到北，我要把流言蜚语和诋毁都击溃。追求的、热爱的、珍惜的、相信的，都是美好的青春。你从未失去过青春，我从未失去过青春。这一轮的十一个候选 vocal 类舞台由四大阵营哥哥和两位总监共同推选产生，究竟哪个舞台最终能够斩获大奖，决定权依然在各位观众的手中。现场的所有观众，你们将会在十一个 vocal 类表演当中选择你们心中最喜爱的三个表演，最终排名前三的将会获得2023年度滚烫唱演舞台。投送通道现在开启。好的，时间到，现在有请滚烫揭晓人陈小春、张智霖、李承铉来为我们揭晓，有请。哎，哥哥好，哥哥好，哥哥好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关注到近年那个那么多的舞台，有哪一个你们会喜欢吗？有啊，有啊。我数一二三啊，看看我们的默契有没有，好不好？默契，默契，没问题。我觉得别的不说，我们三默契肯定没问题吧？当然了。OK， 那我数了啊，一、二、三，第一次做人。哎，说好了默契呢？啊，不是说好一个第一次做人吗？你看。现在就很丢人了 啊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那你刚才是说喜欢第一次做人了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有来现场看他们，彩排啊，我看哇，你不错啊，有感觉，而且你看到那个女主角那个哭得很 sexy， 好不好 ？sexy， 太性感了。那要我说呢，我觉得动物世界才是厉害的。动物世界。武术的一个续集，这个想法很妙，而且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蔡老师。错错错，你妈没有告诉你。你好，蔡老师。蔡老师他刚开始还没有找到状态的时候，他就是蔡可云。哎，非常可爱，非常可爱。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到真正的来演的时候，他完全换了一个状态，然后啊，我觉得就是很到位，这是一个披荆斩棘的一个过程，所以我觉得动物世界这个舞台是给我影响很深刻的。那我呢就觉得东海老人非常厉害。也不错，对，那个非遗啊，真的是很珍贵的东西。是的，绝对值得我们一直传承下去。还有我听说胡彦斌哥哥是恐高的，是吗？那现在应该已经克服了吧？对，还有我觉得我必须要 Q 一下小智 ，Jimmy，
我们以前是合作过的，记得吗？然后你现在还是真的不老男神，你看，你看现在的我，我都老了，你怎么还是那么年轻了？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2023年度滚烫唱演组 Vocal 类的最终得奖是谁呢？请看大荧幕。